开始啊，开始录了。你看，把它录不顺。饮料可以先放那边。可以，要开始。这地方，然后要装啊。就这样子，还好吧？他因为那地方比较保守，他我们冲过去，他就灯就出来了，他不会说像在那边捅了捅了这样那样追。痛完是不会痛的，那是。有那袋子人，吓到我了。平安妹。我觉得那大逼了，而且很快。我帮你锁住了吗？疼痛感没有像你说的讲的这样。我觉得十分是一个游戏，还可以。应该是 OK， 因为蛮长的地方很薄，但是你看抓时间可能不到3米了，就算。那边油也是不多，这伤口一定会。但是因为我们朝比较薄的地方，血渍不多。都不痛，你看。帮你说紧一点。好。等一下，帮你先一点。我们专业，我们都通过快点接诊。我是穿这都不动格的，因为别人都穿没有鼻孔的，那这个就是要装点，因为鼻孔可能带起来，光比较紧。再帮你看清楚，看一下。这个你翻转的时候，其实它有加针的，它可以左右移动，可以放下以后，看一下。然后先等一下，看到这个。血流那么多血。嘴更没多，你嘴一下。你看很快吧？嗯。我先帮你清一清。好。哎，这边。不用担心，因为其实像你来之前已经生过很多，然后昨天又穿比较可能多。我要饮料。会不会忍不住？你也等他穿，他紧张，心跳要加快些。快晕了，可是还好。那太紧张了，真的没事。嗯。放假出去，人家小姐流鼻血。看我抬高，你这样也看不到房子吧？因为大家都是要这样子，不要说翻进去还看到那房在这地方，这样很麻烦。然后现在教你把它，现在教你把它如何变出来，这样子出去可以瞄到那房。啊，你看我看了，把妹子再给看一下。啊，没有，你不要抿嘴，一抿嘴，说它里面会往里面打。就是给他等一下，他就抓水去了，就要钻进去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捏住滑，然后这样。可是我这样捏滑掉，然后变在更里面。没关系，钻进去一点，那不会，他会痛，没事的。没有，就当你发出来的时候，你看，你再用食指拇指再夹一下，再夹这样就好。然后现在叫你把你藏进去，这样太晚。这样才会通气，那才是真的。然后因为我们穿这个穿具是要斜度，然后五官看起来比较精致一点。牛鼻环它穿得太下面了，然后在讲话这边你讲话的时候就动了动了，就很搞笑。
然后现在整个把手进去就密集，然后手这样推进去，往下推进去，很快是吧？嗯，快吧，很快。所以这么多人会来我们这边穿，就是因为这样。嗯，然后你看也不会不舒服，然后拿出来也很快。嗯，可是第一次你可能害怕会痛啊什么的。对啊，但是老板自己有穿吗？我是一个厉害的人，但是我身上没任何动，我这个也不动，只是自己做的比较快。嗯，很快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是，因为其实穿洞就是很疗愈啊，就是你要帮客人穿它。不是说帮客人穿的，然后出问题就全部说是客人的问题，明明他们就是乱穿。然后你看很多人要去穿鼻中隔，他们就帮他穿牛鼻孔，我就觉得很好笑。然后客人就脸都绿掉，可是我要穿鼻中隔，没有办法穿那么外面牛鼻孔。啊，所以后来才变很多人，他们在找同穿。嗯，因为戴你穿太外面的话，你戴很小的环就露很出来，不好看的，而且要长。人家这样推一下就进去啊，他这样子从上面翻进去才可以翻进去，然后要拿又从上面翻出来，因为那是不对的方式啊。我们还是，你看我 po 影片给客人看，就是希望说客人他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，最短的时间穿好戴好，然后顺便教你们说你要常要拿都很简单这样子。嗯，哎、欸，没事没事，你做到了没有？开心吗？紧张一整天了。就是你太紧张了，看你讲电话来好像很紧张的样子。你在上班啦。哎、欸。